啊，在啊。司令。哎，你哪里呀？啊，我就是啊。嗯，嗯，嗯，啊，是啊。嗯，嗯，哎，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。嗯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。报告。进来。司令，等一等。啊，是啊。嗯，嗯，啊，是啊，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，啊，是啊，呵呵，他们是吹牛啊，啊，好吧，那你们立刻出发，好，同学，有，把电话拆掉，通知队伍马上出发。是，向阳同志，你来得真快，司令，给任务吧，你这个家伙，总是这么急，司令。这次啊，你是新任务，老差事。到平原去吗？对，到敌占区去。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，不让他向山区增援，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。一定要拖住他。这次你下去以后，要闹他个天翻地覆，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。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，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把他干掉。对，你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10000斤公粮，咱部队很需要粮食，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，能办到了吗？笑什么？向阳同志，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哦。把钱德友同志找来。哎，同志们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没问题了。没问题了，啊？小郭，跑一圈，跑步。立定！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，我看你呀、啊，还是离不开我。来，你争着。不要，我自己会吗？哟，你还倒挺好面子呢。嘿，又戴上了。别小看他。这胡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。哟，吹的倒是挺响的。走到那边谈谈。好。哎，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？你们到城南去，我们到城北。到了那儿多分几股倒退弹。好。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，从里往外打。好，出发吧。对，同志们，再见了。再见了，祝娘再见了。别断了联系啊。好。
平安无事哦。张大爷你好啊，你们都来了吧？来了。平安无事哦。同志们，你们都辛苦了。李队长，你们都来了。张大爷你好啊。我是水龙车，找不到。别怕，没有事儿，这是家常便饭。到炮楼去报告，就说八路军下来了，干嘛这么着急啊？早一点告诉敌人，好拖住他呀。哦，我明白了。走，张大爷，我们走了。哎，再见了，张大爷。再见。平安无事哦。小心点，学着点。你们是哪一部分？城市巡逻队，你们哪一部分的？好，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。别动，记住了。哎，你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们是治安军嘛。没误会，我们是八路军。动，要命了！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？哎，这下可叫你猜对了，来，认识认识吧。那我们交枪，我们交枪。您就是李向阳大人。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。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，马上就到。哎，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，啊，就说对不起，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。告诉他，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。仓库的粮食已经没有多少了，怎么办呢？八路军仓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？那
很难说。没有粮食，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。是。马上集合队伍出发，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。嘿，报告。李向阳到了城北。想想突然的出现，他是有目的的。这样，现在分两路出发，趁李想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，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啊，明白吗？出发。是。嗨嗨。太君，太君，太君，王什么？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向阳。在封锁沟又发现李向阳？报告太君，我们在城西跟李向阳遭遇了。在城西？是。他带多少人？是李向阳的主力部队下来了，多极了，遍地都是。他还说，他说什么？改日来拜望您呢。范一贯，嗯，李向阳这一下来，我看这风就刮大了。哎，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？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。哦，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。他是声东击西，想迷惑我。我想他不在城北，是在城西刘家村。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。集合队伍出发，向城西刘家村。是是。
妈，向阳呢？妈，您看，我这不是挺结实吗？嗯，那就好。他们也都来了。嗯，都来了。报告，特等侦查员侯大章来到。哎呀，大章是你呀，快来！李大婶，李大婶，你好啊，李大婶，李大婶，李大婶你好啊。大婶，大婶好啊，大婶可想你了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老李，区委书记，向阳子，我在说。哎呀，向阳啊。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。是，你们正在忙什么呢？啊，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。嗯，是啊，你们这么一来啊，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。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。是，来，到那边研究一下。好啊，大婶啊，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，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。到大婶这儿，谁也不准装假啊。吃啊，可你怎么不吃呢？老侯，吃呢，来吃，来来吃。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，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，怎么样？时间是紧了一点，这样吧，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，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。好吧。好。哎，还有啊，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，不理他，你们去吧。好。不是，老侯，我们歇着啊。哎，村长，你再坐一会儿吧。不，还有事呢，一块来啊。哎，看见什么没有啊？啊！掌柜的，李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。你看清楚了？是，看清楚了。我马上进城报告去。好，去开门去。哎，我给你盛吧，我自己来。你看，不简单。哎，小宝子，你有这个干什么？给我啊。嗯，我还是不懂了。行，有种。小姚子，哟，大青姚子。老秦，是老秦元，哎，你身体结实吗？结实。来这边坐。哎，成成，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？这么好，还想你了。你都好啊，老秦，你坐吧。哎，坐下，坐下，你们都坐下。老秦，你先坐吧。这么晚您还来呀？你吃点吧。老秦还挺结实。老秦这是吗？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。嚯！行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。我也是游击队长。哎，向阳子啊，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啊？嗯，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，让他们知道知道，
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，啊？哎，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，老秦爷啊，你又说上了。哦，嗨，嗨的，大成，别吃了，小郭，哎呀，长青啊，你把碗撂下吧，这孩子，哎呀，老侯啊，翠萍，拿出来吧。哎呀，大婶，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，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。呀，你看这姑娘说的，我有不给儿子吃，还不给同志们吃啊？你看，我们拿来了，这是老秦爷的面，大哥你吃一块吧。老秦爷，你看，老乡的面这么困难，你少废话，你吃吧。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切的枣，你吃直肚子疼啊，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。谁？哎，别开枪，是我。我呀，啊，爹，是你，出了什么事儿？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，啊，朱队长，什么事情？队长，队伍停下。李向阳在李庄呢，他刚到我们村啊。缺什么？啊，我亲眼看见他。有多少人？哎，可不少的。到李庄去。是。向李庄去，往这边走。情况了，快慌！老侯，怎么回事？敌人是分两路来的，人来的可不少啊。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！翠萍啊，咱们走吧。老秦爷，从这下地道吧。不行啊，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？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。走吧，老秦爷。走走走走，你要小心一点啊。阿海，你照顾一下村里老乡下地道。好吧。小杨子，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。妈，就下去。吴大叔啊，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？好吧，你们快下地道吧。阿海，咱们走。区委书记，到俺室里商量一下。好吧。队长，咱们怎么打？怎么打？对不起啊，咱们这样走。咱们怎么走？他是分两路来的吧？是。我看呐，松井他仗着人多，
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。他打仗的办法，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，没什么新鲜玩意儿。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。对，走，下洞，走，起锅。进洞，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，走，走走走，别听了，灰暗室去吧。打误会了，自己人打起来了。太君，你怎么搞的？队长，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。这叫没下马先敬酒。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我看啊，好啊。军书记，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。是啊，二货，你去通知老海，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们，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，谁也不要露面。哎，我去吧，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。你别去了，村里他有吴有贵呢。太君，他就是李庄报告员，我叫吴有贵。李襄阳都跪等。哎，太君问你，李襄阳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这个我可不知道。你他妈胡说，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，你怎么不知道？杨少先生，
你别生气啊，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，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？哼，李襄阳了，地洞里还打架哪个？啊，李襄阳钻地洞了吗？太君，你看，知道我还能不说吗？哦，お前な、お前もし行ったら、賞金をやるぞ。哦，哎，太君说了，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，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。哎呀，这钱倒是不少啊。哎，可惜咱们不知道。没这个福气，我他妈枪毙你！哎，枪毙我呀，那容易，你这二拇指一动，我这100多斤啊，就算交代了。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，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。そしたら、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？问你知道什么？啊，我就知道照应太君。说句笑话吧，杀了我。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。嗯，你很会说话。有戏，集合老百姓吧。好吧。嘿，你叫他们出来开会。好，你们看，要是把我杀了，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？喂，老乡们，皇军要开会，叫人们快点出来喽，到东大场集合去。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，说是不抢粮食。小杨，松井指挥来呀，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。喂，老乡们，到东大场集合去喽。看这样子，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。是，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。是啊，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。队长，我说呀，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，他就得往回跑。哎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老海，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？是啊，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。老侯，老海，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，你们要想办法把它拔掉。好，哎，注点意啊。嘿，干嘛的？啊，李班长啊，是我呀。什么事儿啊？小队长在家呢吗？在啊。干嘛？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。哈，等会儿我放下桥。你的岗啊。哈，辛苦了。来来来，给弟兄们带点。哎，去去。来来来来，收收收，进去吧。晚上聊。当兵没有一个好东西，我说大妞儿嘞。拿牌拿牌，干嘛干嘛？手放干净点啊！行，走，看，五来，七拿，给，七对驴，八到底，九自己，冲我，看。小队长，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？来了。
是他呀？是啊。肖队长，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，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，说什么也不来，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，才算把他给拉来了。队长，你看，我回到家呀，连脚还没站住啊，他就把我给拉来了。是，来，来玩会牌九啊！你们这俩穷鬼滚蛋，走走走走。队长，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，这哎，吃喝玩乐嘛，来一个算一个。哎，老张，来来来，玩就玩一会儿嘛，来来来，这来来来，今天呢？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！对呀，来来来，坐坐。你说，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？是啊，这人都哪儿去了呢？来，进屋搜。家里有地道吗？我可不准有，就是有啊，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，他们才不傻呢，我就不信。太君，还先搜吧。黄什么？一个李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？啊，没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太君呐，我看这里没有动啊。排阵。到村里望。是走。哎，敌人要挖地道，咱们怎么办呢？你别怕，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，敌人就得跑。万一现在要挖开呢？是啊，去。我们马上动手。分头去照顾下老乡。对，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。徐伟书记，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。嗯，敌人在哪挖开，咱们就在哪堵上，让大家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住，稳住了神啊。好吧，哎，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。
这么挖，找不到洞口。哎。太君，嗯哎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何先生，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。啊、哦，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？这是哪儿的话呢？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？你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？若、哦，太君，太君呐、啊，咱们有办法。我家里头啊，也挖了一个洞，是防备八路军的。可太巧了，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。我把它发脚，又把它堵上了。通地道吗？啊，到你家去吧。好。队长吧，来，队长，来来，再喝一杯。对对，队长，来喝点，喝点，再喝一杯。来来来，再喝点，再喝一杯。不许动！好，我是李先生，大家放下。新装炮楼点着了，还真行啊，妈妈。这回宋景得往回跑了。对，走，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。好，走。太君，怎么办？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，不理他，看他怎么办。队长太高明了。哦，看什么？看我！你看得真漂亮啊。怎么样，鬼子要撤了吧？一点动静没有。我把敌人估计得太简单了。李队长，李队长，张大爷，李队长，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。哦，根据确实情报，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。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，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。此外，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，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。老李，不
杨老总家有个洞啊，通他们地道，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，得快想个法子。我走了，队长，粮食保不住了，打吧，打吧，队长，队长下命令，对，咱们进村，对，打吧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啊？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，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，能够多拖一分钟，就是一分钟的胜利。是靠拼命吃饭的呀，宋军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，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。嗯，我想宋军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是要搞粮食，另一个是想抓我。进城去，到松井的老窝里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，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。对，他城里兵不多了。对，我马上进城去，村里你照顾啊。好吧，松井一离开这儿，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。还有，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，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。好，小郭。哎，小媳妇作风，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。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。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，啊，一冲一拼就办到了。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？好了，你去跟钱代友同志联系一下，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，等待任务，马上就去。对，小郭，大成，哟，二货，走，跟我走。进城？进城？现在就走吗？高兴了。就是要拖住他，不让他增援。好，哎，先给他下点胡椒，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。对，半斤白干，一盘花生米，四两酱牛肉，外带胡椒面儿。哎，买白薯了，一毛钱买两个白薯。好，周先生、杨先生，里边请，里边有地方。这儿请。
这有这个吗？嗨，看你说的，八路军就是进城啊，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。哼，我料他们也不敢呐。啊，是啊。好，不错。哎，这三个干什么呢？好，做小买卖的，乡下人。哪儿的人？城西刘教村的。进城干什么？吊孝来了。哼，给谁吊孝？王总，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。别动，我就是李向阳。啊！哎呀，天哪！他二位是好人呐，你可不能杀他们。是是，我们是好人呐，李向阳大人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大人。好，那好。开导开导他们。啊，谢谢了，谢谢。站好，站好，站好。是是，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。是。国际形势是这样的，伟大的苏联红军呢，已经开始大反攻了。希特勒就要垮台呀。对对对，要垮台，要垮台。国内形势呢，我们八路军呢，就要反攻。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，长不了，长不了。那你们还在乎什么？还不感谢归正啊？是是。滚吧。谢谢谢谢。站住！回去告诉你们队长，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。不敢不敢。就这样说。啊，是是，好好。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，明天要运到山里去。我看呢，把它炸掉，松城准得回来。列车停在哪儿？在车站的仓库旁边。哎，三班，三班，李翔阳进城了，有人看见他了。中队长，中队长，请你马上回城，请你马上回城。快点喊，让他们快出来，让他们出来。好好，哎，快喊，哎，快喊吧。哎，老乡们，快出来吧，老乡们，快出来吧。不出来把东王黑忘了。多放点气啊。
谢谢你。那走吧，再见。不见了，花。我好，我马上出城，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，杀杀他的锐气。你留在这儿，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。走，小郭。走。什么？李祥阳把军火列车炸了，畜生！紧急集合，马上回城。是。队长，我们来了。好吧。李队长，找地方休息。好，到这边来。队长，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，继续侦查。好，老钱，准备战斗。好，同志们，准备。队伍停下。队长，你们说李祥阳现在还在城里吗？这家伙神出鬼没的，难说。回去。回哪儿呢？回李庄。回李庄？嗯。太君，我们不回城了。我要给李祥阳一点厉害看一看，他以为我回去了，我要杀他个回马枪。回去。是。他们不出来，帮我收，收，加柴火，收，收，快点。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，好，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。嗯，老孟啊，我去吧。不，还是我去吧，我造书。军委书记，糟了，南头在洞口，让敌人挖开了，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。敌人怎么还没来呀？
松井准是又耍花招了。我们不能在这傻等，马上把队伍带到。哎，谁？哎，小郭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队长，向阳子，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。啊！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，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，有的叫敌人抓走了。糟了，李庄受损失。哎，老钱，他县城里没什么兵，你马上集合队伍，佯攻他的县城，我带着队伍回李庄。咱们两头一打，给松井一措手不及，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。好，同志们集合。哎，打得狠一点。对，跟我走。皆さん、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。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。大家都不要怕，太君说了，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，太君马上给他房子，还给他地。谁要是不说，就把他烧死。安心点，等等。说吧，啊？哎，老头子，出来。老秦爷，老秦爷，哎，出来嘛。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？哎，怎么不说话呢？是聋子还是哑巴？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。那你是人不是人？那谁知道？哼，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。你这个老杂种！你这个狗杂种，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，我疯了你！来吧，小子，对准这儿打。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，你看你有多能耐！他妈的！老头，你是中国人的这个，你明白吗？皇军要粮食，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。哎，哼，说得真甜呢。什么？皇军不好吗？皇军好，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。不杀人，不放火，不抢粮食，这多好啊！你这个老八路，你说粮食在哪里？不知道。烧死他！走走走！同志们，
快点！是。李叔，住手！粮食他们都不知道，是我一手经管的。啊，你说吧，粮食我都运走了。臭娘们！打死我，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。老实点干，一定都说出来。走。提前准备。报告队长，李先生队伍在攻城。什么？多少人？多得很，已经占领城南关。文良路马上回城，我通宵一圈，把他们的工程部队全部消灭，马上出发。嘿，集合集合。哪里大枪？不知道。回去。放下你的武器，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。啊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。嗯，好，你们去吧。同志们，上马。